今天的早餐，一颗苹果。今天的早餐，一颗苹果，一瓶牛奶。这就是我网上买的丑苹果，很甜。我喜欢吃这种粉的，粉粉的苹果，那有些人就喜欢吃脆脆的苹果，我觉得这个粉的甜一点。我之前在超市买的就是脆的，有点酸。我感觉我现在堆了满屋子的东西，两箱牛奶，一箱番薯，一箱苹果，然后一箱纸巾，还有好几包那个洗衣液，就什么都是一买就买一堆，就想着囤着用嘛，慢慢用嘛，而且买一堆比较便宜啊。然后现在我要开始剪视频了，所以今天就偷偷懒吧，今天中午就吃红薯吧，晚上还是吃苹果，这样就很简单，我不用准备什么了，不然的话又要去菜市场买菜呀，然后又要做这个做那个。什么？他是不是更新到多少集了？我一集还没看呢。离开院吗？对啊，一集都没有看。离太院，离火的院。对啊，叫 Remember 儿子的战争。我是从抖音上看来的。哦，我抖音上也看到推荐了。是那个朴敏英，是吧？好像是吧。嗯。但是男主不认识。不认识。要我给你买东西，我在网上收不到。他要包书壳，是醉了。哦，包书壳。就是我弟说他要啥，那个什么，我眼睛，我找不到书，好不好？我找不到，没有。那书店就更找不到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在想，现在不是开学吗？应该会有很多书店会有吧？我在淘宝上看，基本很多都是透明的。他跟我说他要13个，他又看到了说好的明天不舒服我们就不要做了，然后他说他以为我在改造，你看店长是做的是你看我感觉对，就像自己这种地方能够摸起来，就是放下，再抬到右手肘的右边，感受腰部向。
然后来记一下今天的减肥日记。今天是3月7号，早上吃的是运动20分钟。然后日历，今天是减肥第8天。然后早餐，好，完成。然后来安排一下明天。啊，我明天是38妇女节。明天的话是减肥第9天。对，然后早上吃什么呢？早上喝一包代餐吧。然后去买菜，中午的话吃个番茄菌菇汤吧，都没有做过这个，我在网上看到的，感觉好吃。哎，菌字怎么写来着？菌菇汤。然后晚餐就是要带饭去，先提前做好。晚餐做个菠菜饼，都是在网上看到的新菜单。OK。然后。